你翻嚟就好啦，甩爛啊！我俾翻女你。心心，点解你仲未瞓觉嘅？冇人陪心心。吓，爹爹咧？爹爹未翻咩？佢一早翻咗嚟啦，一翻嚟就入咗房，又唔食饭又唔讲嘢，好似嫌我烦咁。好啦，你翻嚟我翻过去瞓啦。唔该晒。好啦，咁妈咪讲古仔，我未瞓啦咩？嚟。老公，我煮啲嘢俾你食好唔好啊？唔好。你未食嘢喎。等我份文件落咗公司，我快落。先等我翻屋企，一来一回咧多成个钟，你知唔顺路啩？喂 ，Maple VIP 喎 ，PR 礼仪，你唔做得自己闪咗先噶？咁兜都得啊？哇，玩足全日，电话都冇电啊！我都喺你隔篱啦，仲有边个会打俾你啫？我大把仔沟噶。喂，程姑娘咧系咪真噶？你觉得？程姑娘，简直系我再生父母观音菩萨。佢嗰句啊，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，直头系我人生座右铭啊！你信唔信？我阿妈都试过烂到，佢离婚嗰阵咧，仲谂住揽住我一齐死。佢冇你咁好彩，遇到个程姑娘。不过就有个陈医生救咗佢咯。咁你又信唔信？信，你讲我信噶啦。点啊？使唔使再打个边炉？再讲下你个陈医生啊？中场休息食啲嘢先。哇！喂喂，食啲肥牛点啊？肥牛。喂，有我啊？梗系啦，嚟嚟攞啲嚟，嚟睇下。喂，再食啦，我变肥猪王噶啦，冇人要啦。咁好喎，我即刻执四鸡喎。死啊你！哇，头赤啊！喂，唔系抽你水啊，借嚟歇一歇先。哇，咁渣噶你？喂，如果我同你讲我有男朋友，你信唔信啊？信，你咁嘅质素喎，你话冇仔又唔信啫，仔啫嘛，又唔系老公，我做机啊？咁如果话俾你听，我男朋友有老婆，你又信唔信？信。你睇得上啊，男人啊，肯定又參又成啦，點會冇女人啫，係嘛？咁你仲笑得出？咁你話一個有老婆嘅男朋友，點都易散啲啩？我餐少大啲啊，係嘛？好過你話
你男朋友老公，喂，咁我死得啦。咁你接受能力都幾高喎。唉，做人嘅嘢我都係控制唔到嘅，係嘛？好似我咁啊。喂，夏敏，打得真，唔好意思啊，挂住谂嘢。紧要啊，咁急 call 嚟咩事啊？我觉得我老公最近有啲唔妥，我想问下你嘅专业意见。嗯。我同你讲过，我老公以前做记者俾人打嗰件事，你记唔记得？记得。以前一提起呢件事，佢就会成个人静落嚟，变得好冷静，好似好多嘢谂，但你又完全唔知道佢谂乜嘢。整個人是很壓抑，件事過了這麼久，這個情況沒再發生，但這一陣子我在他的眼神裡面，我覺得那種感覺好像回來了。首先第一件事，會不會你自己想多了？不同我不想啊，那時候我在醫院照顧他，他那個樣子我很深刻，現在我就好像看到他當時那樣。以他的 case 來說，可能有很多可能性。舉個例，可能因為這件事而令到他想起很多不開心的事，在心理上他會盡量壓抑住自己，不會因為這件事而帶給他這個負面情緒。又或者他可能有些想法他連自己都接受不到，潛意識他會不斷地壓抑自己去想這件事。例如是什麼呢？很難說的，他還有沒有做到很奇怪的事？咁我又諗唔到，佢表面上好似冇乜嘢，反而仲平靜咗。咁你就唔好太過杞人憂天啦。人嘅心理可以自己調節嘅。遇到有事情，只有機會俾佢宣泄出嚟，又加上你老公 EQ 咁高，佢應該自己可以過渡得到。可能真係我諗多咗。如果仲有咩問題，你即刻通知我。OK。我會嘅啦。但有一個問題啦，我諗你要自己搞掂先喎。你聽你把聲都掹曬啦，有病快啲去睇醫生啦。你而家睇緊嘅係 TVB USA 官方頻道，想睇更加多 TVB 精彩嘅節目，就快啲撳埋下面嘅鐘仔 subscribe 啦。